不过谢谢你啊，还有时间去看我爸妈。那给你个机会，礼尚往来一下。此话怎讲？我爸爸想请你回家吃饭。 好，我的意思是当然好，我也很开心，我也想去拜访一下您的父亲。，你在这儿回去休息。嗯，早点休息。 这是我的悄悄话。